OK，安哥，你看喊出来了。哇哦，这就是行动党的行动党的支持者，自己讲了又不肯听他解释。他讲说 OK， 外国的东西讲到我们讲马来西亚讲烂鸟，他相信外国的东西，然后他讲 M01 OK，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不要以为我们马华仔马青仔不敢讲这种课题。OneMDB 重新回来讲说讲了今年26亿拿进户口，他们就讲说我们拿进吃钱，吃人民的钱26亿 OK。 那么我想问你们第一个道理，拿了26亿 OK， 26亿这个事情，你的户口有少一毛钱吗？你的贷款有少一毛钱吗？你公司户口少10块钱吗？有吗？什么叫人民的钱？26亿你可以啊，5090